为什么东北人对我父子那么好，就是我们父子没刮过地皮。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局长的，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不提他们，不提他们主意。1970年，我在同学王一芳的家里看到一个人，与我今天差不多同样的年纪。王一芳告诉我，他就是张学良。我当时想，这个国家罪人怎么会出现在你家里？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我知道，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那样讲的，我对张学良有了敬意。20年过去了，1990年。张学良愿意对我讲他的历史了，我把他记录在《四季行过》里面。一晃，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其实今天仍然大大的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就从918说起。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田中奏折。世界经济大恐慌继之而来，满铁的经营恶化，日本怪罪于张学良在铁路上的平行竞争所致。他们认为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因此要动手了。我跟你说，那日本欺负我们的军队，那我们就告诉军队，你不要到处日本人他到处他来挑衅啊。那我们的站岗呢，那我们都告诉这兵，你不要跟他挑衅啊，你可不能他那边站岗，那站岗他就拿洋火在他这个在这个那枪上那个砰划个洋火在那抽香烟。那是不是那个日本兵他诚心挑衅。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这就是918事变。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就是很小小站，在这个北大营驻兵地方和东北大学中间。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阴历八正是有个刚有月亮的时候，这10点20分。这炮弹一次就从我头上过去，那炮弹呢在夜静里可以听着那声音，嘘，有这么响，清空去，他打的北大营，嘿，我这严重。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晚上10点钟，我正从教室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理工大白楼，你看到那现在省政府在那个地方，我正从那出来，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不久，听到那边轰炸，听到这个子弹从这个头上啊过去，那他说演习啊，以为是演习，没晓得是日本人已经开炮了，开枪了。形成以后有枪有炮声，接着有枪声，这我觉着不对了。那时候我们三个团都住北京。这两个团呢，谁给他命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就走了，就都撤出营房了，最后就剩我这一个团了。因为他我分命令不能走啊，说以后想走呢，日本人围上了非打不可呢，说不抵抗的抵抗就这么来的。你这王铁汉那时候他这一团他在北大营他有点抵抗，别的一团都没有抵抗，到天亮的时候就撤退了。那么撤退，我们天亮我们看得清清楚，北大营着火，那着火那天气很好，这个烟很高很高的着火，光也可以看着，
我就召集学生聚会了，我是代理校长吗？我说应该，中国叫国家央视啊，国家央视，而且还有中国说的有四报国恩，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有困难了，我们是在一个大学学生，我们在士林，应该有一个精神呢、啊，要这个精神四报国恩。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沦陷，兵工厂、长官公署、空军司令部、大帅府全被占领，东塔机场的300架飞机也落入敌手。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事前就给张学良电报，万物成一时之分，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他以为这样事情可以不扩大，这只是局部事件。他后来说，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介石的，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不抵抗主义。这不能说推的，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有人奈何我就说这是政府的命，不是。抓紧我想这个不抵抗，这个918事变不抵抗，是蒋一公的意思嘞，是蒋公叫你不抵抗，还是你自己不抵抗？他说蒋这有什么关系？他是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抵抗是我下面的不抵抗的嘛。我说那你为什么下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他说他挑衅不止一次了，他挑衅多少次我就不理他，不理他嘛，他说不定他最后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打他打你，不要还手，你要还手这架就不打起来了，他是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不抵抗政策。北大营啊，假设我当旅长的时候我不撤退，就是说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的万万人城市就占领你城市，怎么说通？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啊？这莫名其妙嘛，那是大错。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悬馆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无几回。这是名士马君武所写的哀沈阳诗，奉骂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所以我说这个，我就最恨马君武一句话，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你看这蝴蝶有个声明了呗？对。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张伯伦。是，我没跟他见过面，真的吗？这完全瞎说了，瞎说。这已经证实了。918当晚，张学良请了美国公使和河东爵士，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戏。河东的儿子何世礼是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那时候伤寒病刚好，他在协和医院住了3个多月。戏看到一半，接到电话，张学良丢下客人就走了。何世礼说他父亲不知情况，认为张学良没有礼貌，还很不高兴。马君武那首诗虽然捕风捉影，但张学良当时生活糜烂，确实也屈辱有道。
我25号下午他就去见他去了，见他张学良啊，那个面黄肌瘦啊，一身的病。他本来那天晚上他都想好了，一定要质问他去。你说东北那么多军队，你怎么一枪不放，你就拱手把沈阳让出去了呢？他本来想去栽培他去了，可是他一看见他那一满脸焦的蜡黄的脸，那个非常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也就把他那话都那什么了，那就咽下去了。完了，张将军很难过，感觉到他就说了，你看我们这个黄骨团的血迹还没干呢，这个918事变又来临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就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嗯，张将军也很那个，也很感叹。高崇明一看这情况，说看起来这个南京啊能不能改变他的政策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咱还得发动民众。嗯，东北民众3000万，我想不会干预做亡国奴。张学良将也有很多苦衷，他们我父亲他们到了北平以后，马上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个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说是这个我是一个军人，是吧？我要服从这个中央政府的命令啊，给我几次来电报让我不抵抗了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父亲不以为然啊，这个跟他这个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吵，说你放弃了这个我们东北，放弃了我们3000万东北的同胞，是吧？这个你对他很不满意啊。有一次吵的张学良将军说，那么好了，你们来干吧啊，我卖国，我这个不抵抗，是吧？那你们来干好了，不欢而散啊。后来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又劝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子对待少帅吧。后来他们又演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少帅就支持这批东北人啊，这个流亡到关内的这批东北人啊，来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啊。比如说他们在西山呢，在北平的这个就现在香山那一带秘密的办起来这个培训班啊，干什么呢？教怎么样子开放枪啊，怎么样子炸碉堡啊，做一些军事训练啊。那么然后就大批的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到这个东北去组织义勇军，这里面张学良将军都是给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而且呢用发了这个东北军的这个委任状，委任这些一批批潜伏到这个关外去进行这个抗日活动，这些给他们一些。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关内的抗日请愿也很热切。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尽我们的敌人，同胞们走。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国联派出理论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夫妇接待了他们，大家同游了长城。哎，
So thank you, Marshal. It's a nice water. It's a very nice water. Wonderful spot, which has convinced us that nothing else could. There is no such word in the world as impossibl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it. Thank you. 但是强权哪管公理，李顿调查团在关外调查了半年，得出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满意的结论。不过他至少说明了九一八不是日本合法的自卫行动，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联应不予承认。为此日本代表退出了国联。 明目张胆地走向战争。这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挡住了日本，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然后日本再回头来攻占锦州和山海关，热河围起，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中日本数年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同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的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诬告的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条约，尤其更破坏以3000万人民的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这一意的孤行，以致使世界受的重大的牺牲而不止。汪精卫、蒋介石也主张一战，告诉张学良唯有决战可以拯救民心。宋子文到华北打气，但中央之援军并没有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又不战而逃，张学良说要守3个月，结果不到10天就一败涂地。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3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回去大哭了一场，随即辞职下野。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孤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后来我们觉得好像他们，因为过去我们看了，好像老总统过去写的，说小事聪明啊，大事糊涂。我觉得大概这个8个字对他还可能是他的批评。自汪精卫以下，全国的人都对张学良不满，只有蒋介石还护着他。为了张学良要军费的争执，汪精卫气得下野出国。
热河之战看到军队如此不济，汪精卫也对抗日失掉了信心。我就说汪精卫就是这么，汪精卫这人很可惜，真可惜。是，我当年我最佩服人，我佩服汪精卫，我很佩服他。这后来的汪精卫这人是立令智昏。关东军只有30,000人，因为不抵抗，东北拱手让敌，少帅不回，老臣无主。自张景惠以下，纷纷做了汉奸。张觉混到博文岳，没骨气，没骨头。所以上帝说生冤在我，报佛在我，结果日本人吃了原子弹，也不是9.18事变，日本人不会吃原子弹。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他推说事变是由其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所为，他只能追认。本庄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也把吴俊生的家产发还给吴太勋。所以我就讲的吴太勋这段事情，他我就找他来，他白天没来，晚上来，夜间到我这来了。我就问他，他说我日本人呢把我家产都发还了，把他家产，他家产很大，他比我们家有钱，都发还了。他说我日本的条件呢，我不能在中国做事情，不能再给中国做事情。那我当时跟他，我太勋，请你走，从今以后你不能进我的门，我也不认识你这个人。我说你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的，那我说，日本人也把您的家产给发还给您了？我不要啊。我没要，我让他整个拿回去了。对，我跟我妈讲了。我说日本嘛，他们三党赔给我们也不够。这个两列火车发财，我说你不拿，那时候我跟本庄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俩，我就跟本庄说，我说你要不拿回去，我的火车站都收了，我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会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说。我说你这羞辱我，你要还着我东北的事。东北三省你还我，你还我这个，我私人东西算什么？我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呢，比你还富庶，你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也不够。本庄繁被尊为满洲建国之父，做到天皇侍从武官长，战后切腹自杀。板垣征四郎被以战犯问剿。长春，这些巍峨的建筑就是满洲国的八大部和国务院。土肥原，这位因劝张学良做满洲皇帝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学良连他的面都不见的日本顾问，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儿皇帝溥仪，拉他出来再做一次末代皇帝。1932年，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成立，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终于占领了他第一段的生命线。但正如毕员外相所说的，日本如此做，不啻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从此，日本被野心的军部拖入了14年战争时代。最后，这条生命线成了原子弹的导火线。我说日本不亡啊，那真是上帝的旨意。我像你这国家
就应该亡啊、你这样你对军人的跋扈到这个份上，对国家还没有亡，是哪有这个军人这样跋扈的。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被侵略的中国。十四年间，东北有67000人被杀害。731部队拿东北人做细菌实验，反满抗日一直没有终止。作为一个中国人，张学良想确保东北陆版图，这就与想独占满蒙并视其为生命线的日本利益相冲突，终于发生了918事件。张学良谋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股国恨家仇最后使他转为急于抗日。事情行过，下一集我们要讲黄嘴牙子张学良的往事。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为什么东北人对我父子这么好？就是我们父子没刮过地皮。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切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张学良说，我走一步等于别人走两步，因为我有个好爸爸，我要运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而张作霖从一个地方保险队的首领做到了中国的元首，他是一个刚毅不服输的人，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不肯屈服，日本人在铁路上把他炸死了。这使得张学良少年登科，继承父业，展开了近代中国一段重要的历史。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就趁机占了全东北，他们把东北视为黄色俄罗斯。这时候，东北是民不聊生，盗贼风起，其中有个年轻的马贼叫做张作霖，逃到了辽宁台安县八角台的地方。1901年夏初，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我是这样的，我跟我父亲大概，我要是迷信的话，有很有奇怪的事情。我生我那天，说我父亲很喜欢我，也是不是不但是说是很喜欢我。生我那天，他就是出去打仗，打一个胜仗。他打完胜仗回来，知道生我，我母亲说。可是我生我并不是生的，人家很多是人家说我说这八九台这个地方是我出生，其实我不是。我出生逃我母父我逃难只生在车上。说我的头，假设你摸一摸，我的头上很多的缝都是没长盐的。张学良生下来以后，母子们就寄居在这户人家中。老的房子早已倾毁，只有院中的老井和枣树仍在。这棵枣树已有200年的历史了。
我是真正生日是阴历的4月17，我父亲后来父亲死也死到4月17，所以我被生日改了。我那时候逃难，我父亲是我母亲生在我车上，我能活我都很奇怪的。我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她也没奶吃。我小时候能活，他们就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数，那就是吃什么呢？就把那个我母亲没奶，把那个高粱米饭呢，搞嚼碎了，就那么喂我。北京，故宫。翻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页充满着屈辱的国难痛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列强入侵，清廷被迫割地赔款，北京三度被外国军队占领。今天，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在上一个世纪这个时候，北京是被八国联军给侵占着的。我那时候很消极，同时你知道我自个儿说我是个爱国狂，我一年轻时候我就对国家的事情很概念。那时候东北正21条完了。刚架是一条，那我就说半亡国奴啊，我自己给我这东北人就是半亡国奴的，这个有什么是希望，就当亡国奴了。坏中国已经快被瓜分了，列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租界地盘，满清推翻了，民国建立了，但是有名无实，皇帝没有了，出现了无数的土皇帝，军阀。张作霖就是最大的军阀，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学会杀人，所以我从此内在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年轻时候要当军人，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你真要做军人吗？问我你真要干吗？我要的。你要做军人呢，你把你的头脑袋拉下来拴到你裤腰带上，这意思就是他也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不一定说打死，也许就是长官们就处死，也许反正你被死字就扔开。你要当军人就别脑子里没，所以我脑子没有死这个字。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讲武堂是一年就毕业的，我们分四个校期，三个月一个校期。头一个月我月考我考第一，第二个月考我又考第一，第三个月没考第一，那但是学期期考第一个期考又考第一，那讲武堂里就是有点闹风头，不是闹起了风头，就是学生有点鼓噪，说这个老师啊，跟我那过少帅嘛，这是跟我有关系，我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出了头。那这个我们讲武堂的教育长就西夏，你晓得西夏这个人，那知道的孩子，他就忽然有一天上堂来了，我们正在堂上，他就上堂来了，他让我们把座位都调了，就是我们三个人坐一个座子，大家不许坐一块桌，就怕互相，那我座位也调了，桌子也调了，他就当时出了四个题，当时考我这四个题啊，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堂人没有答对的。他当时我出名就，他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他说我就不当兵的，你看看
我出题你们谁也没答对，就是他答上三个还有半个题。那所以这通宵的对我后来就他们就举我选我当那个叫教育班的班长，学校那个堂上的班长。所以我那么也就是因此这个西洽呀，他是谁呢？他是张我父亲那时候大将张作相，我父亲的权差不多兵权都在他手里头，那么他就把这话透过张作相了，所以张作相就我起来不是我父亲提拔，完全是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那么张作相就对我有，所以我说起来很难过的，他对我那是完全他把我提拔的。那么后来我父亲死了，他就应该当总司令，他无论如何他不当，那么他一定拒我。那我他说韩青，你放心，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可是我跟你说明白，那时候奉的军文武都开大会举当谁当总司令，他当众人面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你放心，可是我跟你说明白，你也不好好干，我拉到你后院打你耳刮子，就是我他后辈们。在讲武堂中，张学良遇见了战术教官郭松龄，立刻折服在这位杰出的军人之下。张学良一毕业就请郭松龄与他去吉林剿匪。那个时候吉林督军是我姐夫的爸爸包贵清，就是因为我他吉林这个土匪这个我叫我剿去，那我这人干事都是要彻底把他土匪这个头叫我给抓住了给杀了。那么呢他我说你他说我不是土匪啊，我说你不要讲，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都详细知道。他说他是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后来我回奉天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条，写了一个这个过程条程一样写，所以我的报答就因为我这个我父亲后来把他撤了，把他撤了，就后来他也顺列去了。这位名震中国的少帅，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怎么带兵法？怎么带？我跟通甘苦，你别自个装老官，现在就是跟他们带过头。我兵，我现在说起来很难过，我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他说您是黄嘴牙子。黄嘴牙子，我年轻嘛，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牙就是那小鸟，那个马桥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牙团长。打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有篱笆，有那个我就靠着篱笆，那个兵就开枪打不一没打着。我跟你说，我你无用的小子，你把枪给我房子里去，他不让我在外头，他不那保不，我说你给我枪我打，我打了我就把装上五个子弹，打了半天我也没打着。我就说我都有的兵啊，你说对，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你也无用的东西，你继续。我说他无用的东西，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他是怕上次打我，那个老百姓家有门，他把我一推的门里，他说你也是无用的家伙。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没成，死了。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为曹锟和吴佩孚，他们各有英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还有各人各省的小派系。那十多年间，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今日为亲，明日为仇。那苦那个，我就看着老百姓在地下，我们那说馒头抓地，他就那苦，我就回头跟我父，这谁造的孽呢？就是我们造的，这何苦？你打就行了。说我父亲那时候他不打，他出国，我是何苦的？争什么？张学良厌恶内战，看到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衷心为之忏悔。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打败了，我的出名就搁这么出来，奉天军队都打败了。哦，奉天有三个路了，那东西两路是两大路。嗯，那么东路就是是张景惠。哦，张景惠，张景惠，他带着那时候在北京那方面。那么西路就是我父亲，嗯，我父亲也分是也三个支队，嗯，三个支队了，一个是我，一个是张作相，还一个是李景林，好像是。哦，那么所有军队都打败，就是我这个支队没打败。哦，就我起来就搁这么起来。哦，是。没打败，不但没打败，我把国防部军队给打退了。嗯。奉军这次大败，全赖郭松龄的新军抵住了山海关，才不至一溃涂地。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那么后来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我在我父亲抽屉里头看见这个东西。他们回来呀，就给我父亲上个条件。那时候我父亲的这个军权呢，就都是交给张作相。是的，所以我对张作相这个人，我真是想起来，那时候王兴恒常他说现在没有那样人。嗯，那么他们就大家有个条件，上个条件说呀，你就回奉天去啊，你把军权交我。哦，说这个小家伙是不可厚非的。嗯，那么他们大家商议调，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年轻，叫我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后来奉天就成立一个整理处。哦，那么整理处善后的整理军队，善后。可是整理处啊，我并总监是父亲，副监是孙殿臣，嗯，孙殿臣。那么参谋长是这个江登铨。哦，不是，这个还有一个副监叫江登铨。我是参谋长。哦，你是。那么实在我参谋长权力在手里，手里我有权力在我手里，那么就整顿军队。我那是年轻啊，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扁两个。哦，两旅长被枪打大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呢，还是。哦，我就给枪扁。当时那时候在孙立臣讲笑话，我们两个都说，他说大，那时候我父亲是老帅，老他说老帅要枪别我们，说也都是你这小子。是，我凶得很，我那时候就整顿分了。那时候我其实在整顿军队还是郭松龄的这个大汉，那我就后来慢慢的军权就到我手里。是，那就第二次战争就打胜了，我整个被吴佛夫给打全军尽没。哦，所以多少年前想问我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不同，西北军是训练而成的，东北军是校园而成的，中央那个军队编制训练都不如东北人，因为东北这地方它是一个地方呢，军官学校在讲武堂，讲武堂后边有陆军大学，为他要高等军学研究班，等于陆军大学，专门学校呢。这军官学校基础教育以后呢，专门学校叫步兵专门学校、炮兵专门学校、骑兵专门学校，专门学校专研究骑兵、炮兵的，那训练非常严格，中央没有。张作霖派总参议杨雨婷去扩建奉天兵工厂，投下了整年的税收，把这个兵工厂建成为东方第一。张学良则大力建立空军，向法国、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飞机。冯庸是东北绿林老大冯林德的儿子，与张学良结拜兄弟，他也是个飞机迷。飞机是这样的，我奉天的空军是我创的，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空军，然后我是前辈了，我不能说我创，我很喜那很也不能说时髦，我很喜欢这新进的玩意儿，我很喜欢。嗯，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也会飞。您怎么学的？就是跟在空军有一个法国人教我。哦，
飞机从哪儿买来的呢？那时候飞机是从意大利买的。中国这时候已出现根本的变化，外争主权，内除国贼。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这是一项基于反日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中国由混沌走上统一的起点，这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192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这间屋子里成立，国民党在南方也想以俄为师。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支援了孙中山百万元的巨款。1924年9月，直系与皖系争夺上海，江浙战争发生。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张作霖则南下向吴佩孚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又做了炮头。就人家说我姓李，是我爸爸捡的孩子。为什么呢？说是他不是料他亲儿子，他哪能让他这么打仗，到处去打仗。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吴佩孚从海上逃走，奉军收纳降军，部队急速膨胀，军官连更换肩章都来不及，只好以锡箔纸代替。北洋练军之精华就被吴佩孚在此一役断送殆尽。这是奉军的第二次入关，军队有20个师，35万人，势力延伸到上海，拥有全国1/3的繁盛地带，等于整个西欧那么大。这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国民最着凉了，我们的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这位革命先行者一生尝尽了失败，他只有理想，没有枪杆子。在现实上他想靠张作霖，在理想上他又要靠共产党。两次的直奉之战他都出兵北伐配合，第一次弄得与陈炯明闹翻，陈布炮轰观音山，差点要了他的命，还要赖女子护卫男子，让宋庆龄为他殿后。第二次是在黄埔建军有成，他又要放弃广州，叫蒋介石与他孤注一掷，险些又被英国人主使的商团之乱把革命基地给毁了。现在三角同盟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曹锟、吴佩孚，理想与现实要摊牌了。1924年12月，孙文与宋庆龄从上海启程，到天津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我这段事情，我应该很有意思，你们知道。那时候孙先生已经病了，
孙先生病啊，他的病啊，起因呢、啊，当然他有病了，身上有病，他起因他就去看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天津，见我父亲，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受冻了，受冷了。是，他病在床上的时候，我去看他。这孙先生跟我这一段话很有意思，我跟你说，他我去看的时候，他让我坐他的，他跟我讲啊，他说呀、啊，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头。那么你呀、啊、是东北人，不说我地位的，你是东北人借户，所以人家说孙中山是亲俄，不对。他这句话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东北借户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但是，孙中山要联俄融共，张作霖却要反共。孙中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张作霖却主张外崇国信。两个人，一个要先攘外，一个要先安内。到后来，继承张作霖主张的却是孙总理的信徒蒋介石，而接受中山先生理想的竟又是军阀的儿子张学良。孙中山没有精力再争辩了，他到北京住入了协和医院。1925年3月12日，他死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这栋住宅里，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们一个人呢、啊，你不知道外患的时候，你才不知道你的国家。最能振兴中国人的是铁路传来的汽笛声，谁能开铁路，谁来驾驶火车头，就是一切争端的开始。事迹行过，下一集大帅归矣。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为什么东北人对我父子那么好？就是我们父子没刮过鼻涕。那里有森林梅黄，还有那现在才看兰花的树。张学良最喜欢跟我谈的就是他与郭松龄的故事。张老帅曾经这样笑儿子，你除了老婆不让郭松龄睡以外，你什么都听他的。两次的直奉战争都是靠郭松龄稳住了阵脚，张学良因此成了奉军的少帅。但是郭松龄后来又因为功高不赏倒戈反奉，张作霖为了争取关东军的协助，答应了日本人再筑几条铁路的条件，结果就是为了这些铁路的争执，日本人在皇姑屯掀了棋盘。1927年6月25日，张作霖黄袍加身，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他终于做到了中华民国的元首。今天呢，
就是张作霖那时候做这个大元帅的时候，他要是按照的中国国历从秦始皇开始，要是要祭天，一个金的爵倒上酒，他叫秦老爷。作霖出身全母，你看，身为卑微，现在在天老爷这个照保佑之下了，现在一国之长之首啊，现在不是天老爷请求祝福来保佑国泰民安，像这样的，这正在祷告的时候啊，很激动的，手一抖，啪，那个金爵就掉到地上，这样就折扁了，就酒就流掉了。那时候整个的奉系的高级官员，包括他的儿子，然后就上千人在旁边管理的了，这一下掉下去了。全场大惊呐，全场大惊，就说这是个不祥之兆。赵子龙面色如土啊。我父亲的人有红财，红财就是他度量大。是。就是可以放宽，但是他没有大料。铁路在二十世纪初期，它是国权的象征。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不但需要巨额的投资，还要有保护铁路的驻兵权和行政权，因此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它是可以吃掉一个旗面的长龙。我家就处在这个南满铁路的边上，它这个有时候涨大水，就像这里涨大水一样，把它的桥梁，火车渡的桥梁冲断了，木材呢顺着河下来，经过我的村庄，它要沿着这个河道到我村庄来找木头，谁要把这木头收起来的话，那就是很大的罪过。中国政府、军官、警察一点儿也不敢干涉，任其所行。我小时候看到好多次这种蹂躏中国人民的事件，心里头愤怒而不敢言，而不敢动。说我小时候就立下个正志向，一定要学工程。为什么要学工程呢？修这么好的铁路，我们不知道怎么修的。列强的对华侵略就是以租港逐鹿为起点，外国人控制了中国80%的铁路，清廷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举外债修铁路，被指示出卖了国家主权利益，引爆了四川的保路风潮，紧接着才有辛亥革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下台，也把铁道作为建国大纲的试点。交通系是民初主导政局的重要筋脉，赵庆华，赵一荻的父亲，就是交通系的要角。在东北，日本人要建铁路，张作霖也要建铁路，争执不下，日本人把他在铁路上炸死了，这把他的儿子张学良推上了政治的轨道。后来仍然是铁路的争执，日本人掀了棋盘，这要从日俄战争说起。日本胜利的代价是拿得了一条南满铁路，
还有大连、旅顺的租界权。我跟你说，日本人那大连、旅顺到快到年头了，我们就商量收回来。我跟你说，哎呀，你要说的那日本人说一句话，你知道他回答一句话什么话？日本的这个他们当过去日本的，他说我们建设了也就成，你搞建设回去。你们建设转成，你把我建设回去。你我是建设来的城。你要想拿回去，你搞建设回去，那就换句话，你想随便收回去没弄回，那就等于要用武力。对。那就是拒绝的话，所以我说那日本呢，那本来那个时候那时候日本那是没法子，那本来南满陆我们有权在里头，那他就有两个。南满陆本来是有中国的骨子，应该，那他就那么事，就是有两个人，那就是有两个人是懂事，那就是拿钱，就是其实你不能一点不能管。东北人也成了原体验派，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体验到自己是中国人。鲁迅在日本看到斩杀中国人的影片中，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旁观镜头，也使他体验到挽救中国人的精神比医治他们的身体更为重要，这使他弃医从文。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这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杀。不，把你拿手逮住了，就把你扔在那火车的那个。就扔到火车里烧了。不是，等那火车的车厢开那个火车头上，不是火车头上不是火吗？哎呀，他开把你扔在那儿了，塞那里头，就把你烧了。欺负中国人呢，实在你们是没有想觉得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我们出去带了四位出去。到了日本租界了，要如果他要发现你身上有枪啊，他就把你抓走了。抓走等我们这边派人去交涉去嘛，去想法把他救回来。等你去，那人就差不多死，他得灌汽油啊，给你打呀。哎，那日本人呢，人实在欺死欺负人。所以那个时候人也比较爱国，你不爱国怎么？可是不止东北，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要攘外必先安内，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国内的各个军阀之间又是征战不断。张学良对这些内战感到厌恶，他说，这是谁造的孽，不就是我们吗？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对，我父亲这个人，我父亲相当的，我说话旁人不敢跟我父亲说话，我父亲的人皮。可是我这段事情很有意思的，那是我到这个地方叫木马集，这你们当不到的这一个地方去，我心非常难过，我就看见那个一个老太婆。我们那时候的火车扔拿的面包给他吃，他就在地抓土吃，连着我就问他，你怎么这样？你家里没人吗？我有儿子，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什么哪儿去了？就抓当兵去了。我家里没有壮丁了，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太婆。我家里没有财产，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都是打仗的什么。所以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回来跟我父亲讲，我这是我们打这个仗为什么？为什么？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他说国家还是要紧，这么自己乱打，他说那和这个北伐军呢、啊，那时候就蒋介石了，北伐张发奎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
有军队好好整理呀、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张老帅也听他的儿子的主张，就出关了。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张作霖却以软磨硬泡、装糊涂的政策来应付。日本人又威胁要解除奉军的武装，以免赤色势力追击进入东北。他们甚至要出兵帮助张作霖对抗国民党，但张作霖不肯。他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他不能做卖国贼。他说：“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不过到最后，张作霖还是签了一份私人密约。日本首相田中和满铁总裁山本都认为他们已经买得了满洲，胜负即将分晓。没想到关东军却在这时候杀入赌局，掀翻了桌子。这个不是这么讲，东北那时候他也不是说一定要跟日本合作，就是我们不要跟南京合作，就是是怎么意思。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要不跟南京合作，那你这个你也没有资格，没有这完全整个的力量来跟这么这。我父亲并不这样，所以我说他死可以被他这个事情可以，这外头人说他亲人，实在我父亲这人比我厉害，他反对日本厉害，日本人后来明白，他很会操纵日本人，换句话，日本人认为上他当。他比方说答应这个事儿那个事，做不到的事情他都答应，做得到的事情他就不答应。所以日本人恨透他了。我换句话，我不会那么做，我做不了那个能的，我没有我父亲能力，我的人什么来都是硬来的。前门火车站，1928年6月3号晚上，张作霖向北京告别。他在出关通电中说：“唯望中华国祚不自我而展，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这个谶语，21年后的10月1日，终于在这个广场上实现了。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张作霖的专车驶过山海关，把兄弟吴俊升赶来迎接，他的儿子吴太勋与张学良同在滦州军次，他卜了个卦：“大帅归矣。”张学良还奚落他说：“你可真准啊！”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就在那，有时候在那。6月4日早上5点半，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南满铁路
和京凤铁路的交道口。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榨得粉碎。哎，我的家就是在黄公屯那附近，距离非常很近，有三华里左右。头一天晚上就发现了，很多人呢，就在那个铁路旁边，就是来来的去去，因为没有就近，也不知道，好像部队似的，有骑着马，来回这么走。第二天就听着爆炸的声音，所以我们家里头那个玻璃啊，整个都是炸的碎片，满地都是。那据我父亲讲，事后他讲这是发生大事了。有什么重要人物，火车都被炸了，这样的情况。那时你还小啊？我那时候才是六岁。六岁，你听到爆炸声了吗？哎，听到了，相当的声音，非常。张作霖身受重伤，吴俊生当场身死。现在看到这段影片，张学良说。那个桥梁炸断了，冒烟看的。我认为日本人是不知啊。这也是日本少壮军人干的事，不知。我们是站在日本立场说，很不知他做这件事。换句话，没得不到好处，只得到坏处。那个火车看得很清楚，火车倒了，他百斤重。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上午9:30，他咽了气，享年54岁。这下你把我问住了，我记不住了，我这把你把我问住了。我那天好像那天我不在北京，不在北京。对，书上说您不在北京。书上说您不在北京。我不在北京，我不好。所以您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是我不在北京，大哥都不在北京。我不在北京，我在兰州导弹作战，我在作战。他是我可以这么想起来，我父亲他临死的时候，他要紧头一句话，到家了，他说你不要告诉他知道啊，是我在兰州，正作战还作战。为什么不要告诉你？啊？为什么不要告诉你？谁？为什么不要告诉你？他不愿意我难过，是我父亲他对我这，他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让我知道他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各处的说严战，那时候日本人有很大的力量，那时候京藩路有一段是日本人。他拼命就是查我，有因为这样我躲避他，还有我到奉天要不愿意人家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父亲死了，不愿意我父亲死了没发表的，外头死你要讲这个，那讲那我们也算是很厉害了，日本那么侦查不知道我父亲死了。等我回到奉天，我会写我父亲的字，我父亲他写的字我写的跟他一样，他下命令，那么土长是在那儿的，打土长盖的命令都是我下的命令，我拿我父亲名义下命令，那么委派谁，可事实都是我写的，那我父亲已经不在了，这人不在了，都是我写的，换句话现在可以历史上可以说是假的，都是我写的。我那么把这个事情都发表出来了，那么过了些个日子才发表我父亲死掉了，外头知道的我父亲
这段事情，所以日本人那么厉害，我不配。这段事情，但是最大的力量是这个张士义。张士义。这个张士义，他，我父亲死了，为这个此外头不知道我父亲死，就我的妹妹呀、啊、什么，他们都穿上好衣服出去看戏呀、啊，和干什么？大家都想这家里不会有丧事，这是他的安排。东北为张作霖办了盛大的葬礼。张学良在抚顺郊外的萨尔虎地方选了一块墓地，为父亲建了一座元帅陵。这里前有浑河环绕，遥与铁壁山相望。陵墓在1929年动工，但随后碰上9·18，工程停了下来。张作霖的棺木一直放在大帅府。张家老臣曾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请求奉安，但因为张学良不肯向日本屈服，本庄就不同意。因此，这里成了一座空陵。所谓元帅陵这个地方，是东三省的人，当年呢，那当年的时候，要想给他做一个坟，是不是我家？是东三省各三省政府要想就预备在这个地方给我父亲盖个坟，葬在这个想把这葬的地方，这是后来就没了。所以后来他们不叫元帅陵了，他叫元帅林了。本来那个是元帅陵，陵寝的那个陵，所以改成元帅陵。日本公使方泽说，张作霖是一个倔强、刚毅、不服输的人。盖棺论定，张作霖算得上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口头敷衍，可以，可事实签字，他说我这不签。日本的时候就觉得他没信誉，说这个要不得，所以把他给打死了。张老帅这人算是论坛说这是爱国的，封疆大吏，你中民国以来封疆大吏为国而死，他总是为国而死啊，为国而死，他是第一个好汉。你其余这些人，所以打天下人一起手都是匪呀、啊。朱元璋何尝不是匪呢？孙中山也是叫孙匪嘛，都是匪嘛。你看得天下以后，他就不叫匪。所以张作霖这个，而是他张作霖这个匪一起手，就是我说这个他是保险队，不是那么杀人放火抢，不是那么的。他说比较是合理的。合理算合法的吧。据说本庄繁曾向张作霖要手墨，张作霖落款写成了手黑，他幽默地说，中国人不失寸土。张作霖曾经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能耐，但自信保守东北这块土地尚能够做到。你看日本人想在东北实现21条，他拿得了什么？他一条也没能够实现呢。张学良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军法会审以后，审判长吕烈钧说的：“不愧为张作霖之子啊！”事迹行过，下一集，东北一支。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为什么东北人对我父子这么好？
就是我们负责那挂个地区。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一良的，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地上伏地很注意。国仇家恨，着之颜色。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还要叫张学良不要与南方合作。如果不一直统一，日本愿意支持东北独立，请张学良做皇帝。张学良拒绝了。他后来在50年代在台湾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孽子孤臣一子如，田英大义抗强胡。强胡就是指日本。丰功岂在尊名硕，意思说我张学良的丰功不是在尊奉民国的正朔，而实在是确保东北陆版图。夜杀其夫，名作其家。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柱来沈阳吊丧。日本以宗主国的立场告诉东北新军，不能意志统一。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那你独立跟中国脱离，你就跟日本去了。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国？那日本愿意独立，你这个和这个人，你这个脑子里对国家的事情太，那你独立你不就跟中国脱离了？那我是中国人，说我，所以那个林权柱来给我父亲吊孝，那说好的话，那林权柱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呢、啊。所以林权柱回，他跟我说好多事儿。他说，我你老人家，他最后我总部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时代答复，他最后他要走了，我晚上给他饯行，我又喝几盅酒，我认为我现在等后悔，我是那句话我食言了。他那也对林权柱那真是头等外交官，那他说那是他是把中国的古典都他念中国书念得很好的，他都说我是那样写的，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都正确。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对吧，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所以林权柱这人也很厉害，不过他回到日本去，他告诉日本你对这个人你不要再想操纵他做不到的。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就是东北换籍啊，这个战争表现的真的很非常的充足。你尽管是内部人反对，那这个杨行最反对的啊，日本人的他那反对更厉害了啊。但是他最后就是他这个怎么他也没动摇，最后换籍了啊。一种你尽管你就是表面上他中国总是统一了，所以那个他那个中国换这个东北换籍，那比张学良表现最好。所以如果说是有人说他政治上不成熟啊，恰恰相反，他呢对东北换旗这个事儿，他的那个那么主张的那么坚决，那确实表现在政治上很成熟。你觉得张学良先生对于国家是不是特别热爱？国家民族观念，这是他从青年时候就这样，他说国家非统一不可，他说不同意咱们的国家最后就是瓜分。那时候我们东北还枪马圈，我们还有3-5万人呢，就是张作霖被死以后，那时候东北还有点飞机，蒋介石没有，要抵抗可以，他自己亲自说是他自己做副司令，这第一他完成统一，这个他爱国也是由环境来，他也就说的
他说如果咱们自己的各方面往一块凑合，和日本人还可以对付一阵，他说要如果分离了自己打难来更糟糕，这很对。国仇家恨，捉之颜色。张学良的意志明告日本，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宁给家奴，不与外贼。当然那个时候是很高兴，好像是这个东北易帜了啊，这个北伐成功啊，我们都是高兴。青天白日旗成了东北人的国家认同。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在九一八后逃进关内，在山海关看到国旗，感动泪下。您从那个九一八以后进入关内，第一次看到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山海关啊，我哭了，哭了。啊、哦，日本抓我们，日本抓我们枪毙。哦，对对，好久是是是是，那是往关内去的枪毙了。意志不到十天。东北发生内部相残的杨长事件。处决杨雨婷和常荫菜的现场。对，那个是很惊险。这个老虎精卫呢，原来常荫槐，原来摆放着老虎的标本，女儿则女。现在这个标本呢，存放在沈阳的高陵。杀杨雨婷的时候呢，我们的旅长是王以哲。这天这个十八年一月嘛，月十号晚间，我们的旅长就把我找去了。他说：“你把你的团的集合。”他说：“兵工厂啊，那是沈阳兵工厂，入沈阳东门外是兵工厂，有共产党煽动，有暴动。沈阳就东门外嘛，离这个张学这两只手是帅府很近。这你这团呢，到东门外呀、啊。”对这个兵工厂做警戒，万一他有事情，你就把他解决了。我都带着一团就分兵了，说兵工厂又有暴动，我在那儿去警戒去。警戒到九点半钟了，九点半钟啊，我们这旅长来了，他说你把团解回带回去吧，没事了，你随我到帅府来，就到这个。张学良这办公地方，我进这帅府啊，进这门的时候，同这参谋总长荣臻，参谋长人荣臻同时来，找荣臻来嘛。这张先生见到荣臻，就拉着荣臻的手啊，老荣，你摸摸我的心，还跳呢。这老荣就荣参谋长就莫名其妙，他说杨长叫我杀来，他说你赶紧写电报。杨雨婷，号林阁，辽宁法库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张老帅亲信的总参议，信任到他可以缴率令杀郭松龄。那个时候在蓝调开会了，事情不了的时候，我就意思我叫杨雨婷先回凤阳去，想恢复，因为奉天事情我好多我不知道，是他回去的，我把事情弄好我再回去。他不回去，他不回去，他出去要看看军队。那我的意思要看看军队，你看看军队去。那我的人从来不怀疑人家什么胆量，他就看。对，就简单说，他就把军队都看了一下了，回奉天。等到回奉天的时候，到奉天分配这个问题的时候，分配这个地位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做什么？”奉天主席他不做，嗯，那就简单说不说了。后来我说：“你那边，我现在这么样子，身体不太好，同时这么些个事情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么军队你得带。”他说一句话，我把我说：“我谁对人说话？”他说：“你那军队谁也碰不得，谁也碰不了啊，谁也碰不得。”他拿你当圣人，哦，拿你呀、啊、当圣人，是的，是的，啊，我心里明白，说这句话你知道我明白，我不要，我让你回奉天，你不回奉天，你到外头把军队都视察一回，看看军队对我如何。
嗯。哦。嗯。你拦着什么急？是是。有什么问题？那你去看看军队，你说这句话露出来了。嗯。他，你的军队没人敢动，没人碰的。对对。那拿你当圣人。是 是, 是。那你就因为这样的，那么所以他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当然存到心里去了。嗯。这个矛盾不是一天积累的啊，就说这个，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的，这个矛盾很多。但是咱能回到东北，掌握政权以后呢，就想和这个张爱萍啊，和杨爱萍啊，化解这个矛盾啊，好共这个帮助他来把东北这个事儿啊处理好。啊、杨爱萍不买这个账啊，杨爱萍那时候呢，张爱萍安排的什么叫他当黑龙江当督军，他不去，安排什么他都不干，可是他还什么事都要管。这是平日积累下来的矛盾了。邻国之能，敌国之仇。杨雨婷、常荫槐是有才干，但太骄横。日本人也以其战国历史上少主丰臣秀赖被德川家康篡位的故事来挑拨。这是这个林权柱说了一句话，使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回到日本去，回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东北的，他见东北的事情啊，他就是谈到的杨玉婷跟我的事情，他是秀吉秀赖尔，所以我才这秀吉秀赖尔何说子也什么意思。那人家跟日本人跟日本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来查这个书是怎么回事。那他的意思就只是杨玉婷跟我两个人。哦，哎，这个就是一个夺也夺取政权的意思。对对对，他说将来东北就是他两个夺取，他们俩夺权。对，我为这个事情参考，我翻日本历史把来看了，哎呀，就翻了好，他这句话啊，后来你了解了加赖啊。最后引发杀机的又是铁路管理权之争。在黑龙江当主席，是是，那么他拿黑龙江的名义，他买两万多枪。哦，他买两万多枪，他买两万多枪，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哦，他并没跟我讲，但是他到这个枪得发护照了。嗯，他这个护照发护照的科了的，他就问我了。嗯，说他们说是这个黑龙江买两万支枪要我们发护照，你知道不知道？您绝对想不到我说句什么。我点点头，我知道，实在我不知道。哦，你真行。我说我知道。嗯，那他们这个黑龙江买这两万支枪，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这人想我就直截了当问这常荫槐了。嗯，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你买枪？买两万多枪，他说我的地方练民团，我练民团的为什么用两万支枪？他说我是这样，买一万支再卖一万支，把这个钱挣回来。嗯，跟我说这套。那么后来我就，所以这人做事情，那么那东三省的这些个军人都是我部下的。是。那么他黑龙江警务处长姓窦。那他就抓这警务处长，拿这警务处长要他练兵，那么这警务处长就报告我了。当然他说我的部下报告的，是他黑龙江要练兵，嗯，要反了。嗯，那么这个最后有我们冲突的原因，最后有这样冲突。那时候常荫槐啊是什么呢？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哦，对，他很官，权很大了。交通是黑龙江的主席。嗯，这权很大。那么吉林呢，那不是吉林了，就是中东路上那个时候吕荣桓呢，是中东路的这个像董事长叫什么名字。是。那么这个我最后冲突就因为这个事情，这个当然都得我下命令了。那么这个杨玉婷了就跟我商量要被这个吕荣桓撤掉，
让这个常荫槐当这个是。哦，又接一个。我说这个常荫槐能耐也太大了。我说他当奉天的这个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当着黑龙江的主席，现在要带吉林去要做这个，我这东三省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这怎么能他一个人在三省都做了？是三省都有他的事情，有权了。那就冲突就在这儿。那个你不姚先非争一定的，那我就我心里边这事我就火了。我心里发火。说晚上请他俩，把他俩都请去。有没有丢银元呢？你说是那个钱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我没有想过。说我太太，我太太，我那个我的于凤正那个太太很有意思。我们都跟他杨玉婷家来，我们都很跟他的家来，跟他太杨玉婷太太们都很好。我们都到他家，我太太跟他太太很好。那我自己就下不了决心呐、啊，也没人商量，没人可商量。你要我说这我不大很迷信，我为这个事真迷信。那么我就是我这件事情我应该做。我拿钱你就出正面。那谈一回正面，谈一回正面，谈第三回还是正面，三正。我想这个钱不对。你说我这人，我翻过来说，假如我不做，我要不做，我就是假如这个事我不做，那我就是不对。对，那你就出反面。是是，那谈一回出个反面，再谈一回又出反面。哦，到第三回我不看，让我太太看。我到第三回了，我太太哭了。啊、哦，我你哭什么？我你哭什么？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啊，是是是，我知道你要杀人，你还反面。真有意思，这个机会太少了。所以那个钱在我那铁柜里头，后来人不晓得我铁柜有块洋钱干什么。哦，我留下做纪念的。嗯，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是很怪的事情。很怪。他说，所以他哭了。他说我知道你要杀人。可是那个时候没想过把他先关起来呢，关紧闭他关起来啊。那个时候。对呀、啊。你这个事儿不对的，这个事儿不能关。一言伤邦，一言下邦。这件事儿我太太有关系，我那于凤至太太有关系。我当时我不想枪毙，我想把常荫槐枪毙，哦，把梁玉婷关起来。那么我太太问我一句话，她说你把他关起来，你将来怎么办？对。如果这东北的这些大佬来保他，你是保我，你是放不放？说一言相帮一样，看你放不放。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尸体还在那拿这个地毯呢，把他们都裹上了，裹上就送到这个央池那儿去，送到央池那去啊，就是让他们家属啊，把他们那个尸体接回去，同时呢，这个张学良啊，还给这个杨玉婷的这个太太呀、啊，还亲笔写的信，安慰他吧，这个杨家和这个常荫槐家里头每家里还给一万县洋治伤费，特别是对于杨家，怕有些人呢对他的家产要打主意啊，他还指定了几个人，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杨家的家产不许动。杨常有至死之由，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也很痛苦，他对杨夫人说：“建成原籍之事，又有何策乎？”他给杨家出钱厚葬，提了这副挽联：“据同西蜀偏安，总为幼长悔痛泪。七绝东山凌雨，中联管书。”勿留言。杨玉婷呢，聪明能干，世界情也了解。这时候张老将一死，他就看不起张学良，尤其是扯获常荫槐。常荫槐这时候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这时候啊，杨玉婷就压迫着张学良啊，这个张学良那时候不像样子，抽鸦片烟，打吗啡。
那这东北政权催收而得嘛，来不及了，常荫槐来不及了，说到黑龙江要成立40-50个营的警卫队，三林警卫队，武器没有啊，有兵工厂用武器，杨雨婷私自给他，就是说要造反了嘛。这时候张学良不能忍耐了，他要不杀杨雨婷呢，这是完全政治斗争了，那法律道德上的没法讲了，怎么样一个省主席你就杀了，杨雨婷一个当过这个军团长的你就是杀了，那是那法律讲什么了，可但斗政治斗争非杀不可，他不杀张学良坐稳的，哎，这是杀常荫槐杨雨婷这非必然的。后来老虎厅关闭，老虎标本现存同泽中学，校内还有这株于凤至手植的梧桐树。祝少国疑，邻国亦亲。张学良杀杨常是鲁莽轻率，还是时不得已？这个是这个。后来张先生说呢，他就是事务处。王廷武是不是？不，机关事务处有个蓝玉璞，你知不知道？啊啊！他就在这儿，他原来是写内账房。哎，是是是。那边是这个承启处，那边承启处。对了，承启处那个蓝。这个老帅当大元帅的时候，承启处哪来？那时候叫承宣处，那个大了。哎，承宣处。承宣处其实也就是传达。是是，传达传达。对，内外用好的名字。这个门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门，这个里边这个门呢叫仪门啊，礼仪的仪啊，仪门，仪门，这个仪门呢，平时啊是关上的，关上的，有这个贵宾来了，分等级，得是督军升长以上的，敞开这个门，意思呢就是这是一种礼节，这个来宾呢。可以就是一直走进去，但是一般的呢，都从旁边走。那里边军令部在后边，这个在这儿，这个是军事厅。忠贞在这儿。这边这个屋子，张先生当就军长、军团长的时候，那叫少帅办公处。我们要是从关内要是临时回来，就到这儿来办公。会客，这屋叫总参议办公厅。杨雨婷啊，就在这屋。可是这个老帅来办公的时候，就在这屋。杨雨婷。在这张作霖的时期，这都住宅。门从那边走，我们是从那边住的。原来就叫天理人心的，字是对的。他为什么取这个字？这老帅自己写的。老帅地方，这个原房就是张少帅住的房子，是这个圆圆的。慎行，这边还有慎行。慎行，你是原来是对了，是在方向，叫这个方。我就三两桌。楼上，原来他这边有个办公室，后来就是整个都做成卧室了。这现在有个楼梯的，这是后房后有是吧？原来是这种人。杨生事件那天晚间，这个张先生就在这秘书厅里边。一个木板床在那儿，在那儿躺着。他
他们进门就打，没有说是切西瓜这个赌牌什么都没有这个事，没有说是叫他赌牌呀，又是吃饭都没有这个。事先反正都能安排好了。张老师要自杀以后停在哪儿了？停在东院就行、这个。不，不是这个，就在这小青楼。就这个。小青楼。就小青楼。小青楼是那个是那个寿夫人住的屋子吗？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本来老帅还会软磨硬泡搓蘑菇，但换上了少帅，他就是直来硬的，不给日本人颜色了。这使得日本人决定用他们对张学良讲过的那句话，臣是见色来的，而发动了九一八。事迹行过下一集，追风赶秒。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为什么东北人对我父子呢？就是我们父子没刮过皮肤。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介石的，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法，共产党、共产党主义。东北一直，中国统一以后，东北是加紧建设，办教育，练军队，筑铁路，开港口，但是这些都与想独占东北利益的日本相矛盾。而同时，东北究竟是要闭关自守，还是要入关平息中原大战，这也是从郭松龄反奉以来就一直有的争议。最终张学良还是贯彻了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这一下日本人不能等了。For many years, Japan has opposed China's unific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For selfish reasons, he has tried to tell other nations that Manchuria is not part of China. In fact, it is as much a part of our country as New England is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中国想收回北满的中东路管理权，与苏联发生冲突。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是一夜之间嘛，你才能左右开弓。苏联国一军都在讲成长，这我这从。少帅打高尔夫球，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一看一吹一吹的这军队，就在高尔夫球边上那个铁路上面往北去。他我一问少帅，哎，这部队哪儿开啊？说呀，对付老毛子，对付老毛子。你看他怎么对付老毛子？老毛子给他个教训，给他个教训，打高尔夫，啊，就是打高尔夫。估计就是他心里就不公平啊。你怎么这样对付老毛子？你说跟老毛咋战啊？果然几天之内，这两旅的东北最精锐的部队就在满洲里被活捉去了，就他全军覆没。这一来，你这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跟俄国人打到那么呢，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为了发动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和蒋介石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在这次冲突里，苏方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官是布柳赫尔·加伦将军。他原是1924年到27年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顾问。30年代中苏复交，蒋介石要他回来再做顾问。而斯大林讣告，加伦已在大整肃中被枪毙了。
这些列强的军事顾问一方面帮中国打内战，一方面又做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充分体现了士大夫无私交的古训。加伦如此，本庄繁、冈村宁次也是如此。东北易帜，国家统一，北伐表面成功了，但蒋、李、冯、阎已回到各自的地盘，又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这就是中原大战。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个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这场战争，双方动员百万，死伤30万。死伤之惨烈，比旧军阀历次征战的总和还要来得大。张学良这时候举足轻重，他在北戴河休养，各方信使络绎于途，北戴河一时灌溉云集。蒋介石派出张群、吴铁城、方本人、李时增，对张学良许诺金钱、地盘等优厚条件，加上张学良也不愿意国家再度分裂，乃在1930年9月18日发出了袭征巧电，随即派军入关，冲垮了扩大会议。这是东北军的第四次入关，这一次他们再也没能回去了。这一次张学良救了蒋介石，得罪了所有其他的人，这笔恩怨又影响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国民政府最隆重的欢迎。他与蒋介石夜告了中山陵，为孙中山坐像揭幕。年未而立，即赴方岭。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时，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张学良在南京召开了记者会，参观了中央军的机械化武器。他与蒋介石、孔祥熙夫妇游玩了汤山，双方家庭也展开了密切的交往。看着浩瀚的长江，张学良心中必然如此想着：国家从此太平，一切都可以向建设迈进。要为自由，要为党国。事与愿违，剿共的内战在江西开始。南京政府又有内争，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约法，
反对蒋介石以郑庄公对公叔段的权谋手段把国家名气拿来笼络张学良。蒋介石把他扣在汤山，从此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分分合合，内既不能安，外也无从攘起。蒋介石抓了胡汉民，得罪了所有的老国民党人，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大败笔。东北则最安定的，各种建设积极进行。首先，铁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做儿子的张学良当然更不承认父亲被日本人掐着脖子所答应的铁路合同。张学良加紧在东北自建铁路，继打通凤海之后，吉海铁路也通车，宏伟的沈阳北站建成。东北准备在十年内修8000公里的铁路，货畅其流，还要有一个出口。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张学良穿着白色的海军服主持了开工典礼。开工纪念碑今天仍然竖在这里。这个港摆明了要和日本的大连港竞争，东北不想再受日本的经济控制。葫芦岛港被视为中国复兴的曙光。葫芦岛是个岛了，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做生意，你明白？这么是开叫葫芦岛开港，嗯，葫芦岛开港，日本人最反对了，因为葫芦岛开港，大连吃了很大的，所以我跟日本讲，我说你这个你反对我们干什么？当然是与你大连，可是我们自己，你不能说我不自己不求生了。东北海军也在葫芦岛操练，总共有军舰28艘，官兵3500人。那时候海军有，那也是潮汕草创了。那么葫芦岛上有一个炮台，那个有一个炮台，那上头有一门大的炮在上。那么他那海军到那练习的时候就用那个炮，只有那么一个大的炮，是这样。张学良更热衷建立空军，投注很多心血，从外国买入了300多架的飞机。张学良题字齐勉，翱翔远驾，御风凛然，准极万里，雕薄九天。1930年双十节，张学良在沈阳北大营阅兵，这是东北军的鼎盛时期，共有军队33万人，拥有各式机械化的部队。东北的炮兵更是全国第一，东北兵工厂生产大量武器，并开始试制汽车。东北讲武堂屡经扩充，迁到沈阳的东大营，每期可训练1500名军官。另外，寓兵于农，实施屯垦政策，整军与生产相互结合，开发边陲与巩固国防齐驱并进。奉天已有纺纱厂，张学良则资助杜仲远成立了兆新窑业公司。杜仲远他原来是我在日本认识他的，他是那时候日本的留学生，东北留学生，他是一个副会长，还是那个，这个人我很想念他。
那他们俩都是同乡嘛，后来就到东北。我爸爸回来以后，就为了那个实业救国，就实业救国这个想法，也张学良特别赏识，所以他要办，他白手起家办了一个赵兴窑业公司那个大的瓷厂，张学良资助很多，现在那个股份还留给他们。救水济灾，植树造林，发展教育，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并派高材生出国深造。我在哈尔滨工厂都毕业，都是焊工的工人，给我奖学金，哦，教我生活，是是，就一把手都断掉，对，家人们不能接济。你是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为全国第一流学府。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在那做代理校长的时候，那是有3000多人，3200个人，300多个教授和这个助教。那在现在，人比较是很少了。那么现在东北大学就是改了，现在改，今年改的东北，它有13000人了。那三千人不过在当时啊，是很大的了。我们因为你一个说一个例子，南开大学，说南开大学，我本人是南开大学在那毕业的，我周恩来和同时，周恩来是第一班，我是第三班。南开大学也叫大学，都算起来啥，只有200人，你就可以知道200人和这个3000人相比例之大了。他东北大学所以突飞猛进来得快呢，这主要还是钱，这个是不得不归功于张学良，和这归功一起手是张老帅，他们很有眼光，他拿钱办这个东北大学。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经手说我们那是全国经费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有160万，在清华是有70万。是奉天省主席叫王永江，这个人与奉天的政治上很大关系，东北大学是他创办的。那么我父亲去世了，我负责任的时候呢，我父亲留下的遗产我拿出大部分的，我要办教育，办教育，我想办一个大学，自己想办一个大学。那么后来东北大学听见这个事儿，他说你那样，你我们东北大学也很需要钱，你把钱捐给我们，把东北大学好好的扩充好不好，你何必再另办一个大，另起炉灶。那么后东北大学请我当校长，那我这个校长老爷是就是那回事儿，那么那我就把这个钱3000万块钱捐给东北大学。我们这普通那个教授啊，给360块钱，那个时候啊，清华最高的是给300块钱。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这是中国是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所以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1929年，日本记者曾如此问张学良，是否以东三省为东三省人的东三省作为施政方针。张学良回答说，只有贯彻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那一年东北易帜，中国统一，在这个中国人的方针下，东北加紧建设，办教育，倡体育，吸引了很多关内的人才。
哦，东北去完全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好学生受张学良他们这个聘请，到东北大学办体育系，那我就辞退这个女高女，那个时候已经叫女子文理学院了，就是女高师就改变的名称当中的一个，这样子我也就，那个时候还是两边肩的，两边跑，有的时候在北平，有的时候就到东北，大概那个时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你见过张学良没有？哦，很熟了，因为他常常到东北大学来打网球，那好学生常常跟他一块儿打网球。东北大学张老先生拿出来多百万的钱建设校舍，汉青南楼、汉青北楼，建设体育场，发展体育。中国体育开始来注意来提倡的，实在应归咎于张学良先生。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这个体育场现在在沈阳的体育学院里面。张学良还资助了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去参加柏林奥运。刘长春啊，飞毛腿啊，也是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啊。有郝先生带他去。对了，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1931年啊，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他一个人，我们想他一个人，因为这一个人呢、啊，还靠近这个100公尺啊，他那个时候中11秒多一点，这不到12秒，就是一个人呢、啊，还可能有希望参加的决赛的那个机会，结果在预赛里头以2公尺之差就被刷掉下来了。您在德国哈，对于看德国人的这个精神和德国人的教育，对您后来办教育有没有什么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在那里，我是这个体育考察团的副团长，那我们就除了参观这个世运会以外呢，我们还参观他们的这个体育，还参观了欧洲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体育的设施情形。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育的这个普及到民间，你到礼拜六礼拜天啊，你看到外面的公共体育场这些运动场啊，都是人满之欢的。有一个这个德国人啊，招呼我们这个代表团 Howard， 他名字叫 Howard， 后来就认得说通我们是 cousin， 不是也翻成好吗 Howard。 那个孩子啊，是第一次大战以后的一个青年，所以很瑟瑟的，不是很高大壮实的。他始终呢跟随这个代表团，这个都是多少年难逢的一个世运会，从来不去偷偷看一次，永远陪着这个代表团，百分之百的负责任。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看到德国的整齐清洁啊，那个少年团出来演示，拿着铲刀，拿着那个铲子啊，打的铲，那种精神啊，看他们有些个地方都知道风雨而来的那个情形，晓得说大战可能很快要发生。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富国强兵，德日意实行法西斯，中国实行训政，党化教育进入东北。因为那个时候呢，张学良已经南北合作了，有三民主义。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的最头痛，我是代理校长了，就找这个三民主义先生，什么人来教啊？中找西找，找一个，我不大记得现在这名了。党部派一个人来，用学生拿他开玩笑，瞧不起他，同时他那个党里实在三民主义这个市场
根本就是孙先当年是个革命演说，当作革命演说是可以，你当作政治哲学去念呢，实在是不通情。可是那个时候谁都不能说他不通啊，可是学生不管那个，学生就问他，中间比如其中有一句，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民权、民族这个民生，他是最要紧的是民生，但是他演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民生主义啊就是共产主义，现在台湾不大说这个了，其实真有这个话。那么既然你是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那实行共产主义就是实行民生主义了，这不是学生这老就很对呀、啊、那你那个教员他就是、啊、张嘴结舌，他没法说，这是其中这一个，其余类似的多了，因为他这个教员他根本他没有训练，他不是像普通教授上过什么学位啊，这都没有的，他根本他不行。好在那个时候没有几年呢，我在当时那时候只有一年半，以后就九一八事变了，也就不讲这些事了，也就拉倒了。日本人的侵略可不是开玩笑，东北一切的建设努力追分赶秒，就是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这就与想独占东北的日本利益相矛盾。在我访问张学良的时候，有两段话使得他不太高兴，其实我是激他的。我问他，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你为何不独立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独立啊？我独立不就跟日本人去了？你是中国人呢，你为什么要独立呢？那我又问，你们东北人是不是很想抗日？他就说，你问这句话就证明你不懂我们东北，你不知道我们受日本迫害之深呢，我们都要抗日，不是很想，而是我们必须抗日。事迹经过，将来我们还要讲张学良与蒋介石如何骨肉稠稠。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